迎着风把力全开，一路走全没意外，等待着你的呼唤，秀出百变的心态，让我们牵手寻找未知的精彩，为了这个家园展示英雄的气概。小巴车，我名字叫歌德，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，坐好扶稳马上出发，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巢穴先锋。Hey go go bus，什么时候发起警报，校巴哥德马上赶到，巢穴先锋与你肩并肩，解决问题守护你的校，计划就在心中，再多险阻也不怕累。校巴车，我名字叫哥德，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、yeah、做好服务马上出发，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巢穴先锋。就是巢穴先锋。石油清除计划。美食的产生可离不开油的帮助，而油炸是加工食物的方法之一。把食材多余的水分吸干，放进锅里，油炸的过程有时候只需要几秒。哇，虾的颜色变成金黄就可以捞起，然后放到吸油纸上吸收多余的油。曼妮莎做的菜可真香呀，艾迪你确定不看看？塞拉斯，我的水下搬运机器人还差一点就完成了呢，而且曼妮莎做菜肯定没问题的。装饰食物也是做菜的一部分，美食和艺术是完美的搭配。哇，这是色香味俱全呢。嗨，曼妮莎，你反应得真快，毕竟做菜容易出现油锅进水的现象。唉，刚刚这是要吓坏我的小心脏了。可是为什么水倒进油里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？小金，水和油会分离哦。咦，为什么呀？不如我们做个试验吧。啊，好呀。曼妮莎，这就是水油分离实验。玻璃球代表水，乒乓球代表油。然后呢？小鸡，你可以看看有什么区别。没什么呀，不就是玻璃球在下，乒乓球在上吗？正确。油和水不同，油是有机物，密度会比水的小，但是油却没有水之间的吸引力。当油想要接近水时，水就会像对抗敌人一样，形成一张网把它阻拦在外。所以当水进入油锅，油锅就会哗啦一声冒出白气。没错。哦，原来如此呀。有紧急情况，巢穴先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市长，是需要我们帮忙吗？没错，我想请先锋队参与一次石油清除计划。市长，可以请您说明白吗？明日岛的石油运输船在北冰洋避让浮冰时发生了触礁，船长坚持行驶了一段时间，把轮船停靠在了一座礁岩边，但船体受损，石油污染了船体附近的海域。虽然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紧急赶往，但速度太慢，由于石油泄露快速，危害巨大，所以我们需要巢穴先锋更高效更快速地解决问题。市长，先锋队即刻出发。等待你们的好消息。伙伴们，石油进入海洋会形成膜，不仅阻碍海水蒸发，造成气候变化，
还会遮住阳光，让海洋植物无法正常生长。而且石油会粘住动物的皮毛，让动物失去飞翔的能力，还会对动物的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解决漏油危机。石油是易燃物品，我们能放火燃烧吗？当然可以，可是海面上的油层很薄，很难燃烧干净，而且太危险又非常不环保。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特别的清理方法。对呀，我来查阅一下资料。根据资料，清理海上石油首先需要吸油管抽离水上的石油，但因为油管不能抽离所有的石油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能够吸收油的吸油毡。如果石油泄漏严重的话呢？我们还可以用专门消化油的活性剂，就像我们用的洗洁精就是加入了活性剂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塞拉斯，我们在使用这些方法前，可能还需要一个可以阻止石油继续扩散的围栏。当然，那我们准备吧。我负责制作活性剂，艾迪负责改装歌德，甜甜就负责设计围栏和吸油工具，曼妮莎负责估算洋流速度和石油扩散的速度。没问题。阿丽，我就负责让大火保暖的工作，毕竟靠近北极地方可是会让人瑟瑟发抖。塞拉斯，那我呢？我可是有使不完的力量。你就帮助我们所有人吧。绝对没问题。准备完毕，出发！各就各位，脑洞大开，超旋能量球集合！比如歌德就是使用环保的电能。是在说我吗？歌德安全驾驶哟。明白。小金、阿丽，虽然现在有许多清洁能源使用，但是石油是不可或缺的资源。石油是工业的血脉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石油。除了作为能源，我们生活中的汽车轮胎、化妆品、沙发、各种厨房塑料用品等等，甚至我们很多人现在穿的衣服都是石油化工产品。看来石油还真是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东西呢。超学先锋，超学先锋。船长，海面风速太大，石油蔓延越来越快了。现在只能希望超学先锋能尽快出现了。超学先锋，他们来了！超学先锋，超学先锋，超学先锋，
他们一定很着急，在不停地向我们挥手。曼妮莎，需要你计算石油覆盖海面的情况，然后估算围栏投射的范围。很快就好。船长，为什么他们不降落？他们应该是在估算石油覆盖海面的范围。歌德，数据已经输送完毕了，可以投射漂浮围栏了。明白。好耶！太棒了！感谢你们前来救援。不必客气，超学先锋义不容辞，我们还是继续工作吧。我来搜索油罐位置。发现储油罐，可以准备开始连接吸油管抽离石油。明白。接下来我和艾迪、歌德负责上船连接油管。大家快看，浮冰把围栏抬起来了。不解决浮冰，围栏就没有用了。我有办法，刚发明了水下搬运机器人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艾迪，你真是太棒了，加油。完成。接下来要解决油罐的问题了。歌德，该你出场了。没问题。超级能量歌德变身。工程吊臂车歌德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嗯，耶！我来负责喷洒活性剂。放心，投放吸油毡就交给我们吧。甜甜他们真是太棒了，现在就看时间的催化了。是海狮，刚才我看到他们从石油里爬上礁石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帮助海狮们。当然了，不过动物沾上石油必须要尽快进行专业清洗，我们要把海狮们接到明日岛动物疗养院。可是我们必须先把小海狮救上岸。小青，我可以帮忙。哥哥加油，超级能量哥哥变身。云听车哥德酷。怎么办，海狮有些害怕云梯。我去把小海狮带上云梯。这样会惊吓他们，或许他们需要食物的吸引力。好主意。小家伙们，看看这里，这可是你们爱吃的小鱼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明白。哇哦，好轻松完成任务。小鱼，好样的。救援队也到了，成功！超学先锋又出色完成了一次任务，感谢你们的帮助。市长不必客气，我一定要给你们颁发一枚勋章。再见。太好了，这次任务又圆满结束。而且游轮得到修复，小海狮也得到了妥善治疗。话说我有点想念他们了呢。那我们去送送他们吧。好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
天！